上班族最期待就是连续假期，刚好再过一个月，今年就要进入尾声，疫情也趋缓许多，不少人都已经安排旅游行程。拿出2023年的桌历来看，明年1月20号到29号有10天的年假可以休，不过反观2月，就有2周的时间要连上6天班。2023年对比1、2月休假，先是迎来10天年假后，隔个月却变成一年中最累的一个月，因为2月4号和2月18号多了2天要补假。也就是说，变成隔周才能连休2天以上。实际上排起来的2月的确有一些困难，但是我想到前面有这么多假，有机会出国就很开心啊。这礼拜六还要去上班，我不喜欢。那你会觉得，可是他有前面很长的连假哎，那我们不可以自己请特休啊？先放个长假，再补上班上课日，对有些人而言不见得比较轻松。统计一下明年补班日：1月7号、2月4号、2月18号、3月25号、6月17号以及9月23号，就多达6天，堪称史上最多。我觉得太多了，礼拜六替换那一天的，我自己可以请特休，把假变得更长啊。只要事先告诉我们，就有所安排就好。因为我的工作是在6日的，的确很难排。但是我觉得放长假这件事也很重要。但算算2023年一整年总放假天数高达116天，3天以上连假就有7个，连续休假出国行程好安排，只是为了连休还要补班补课，连上6天班，有些人反而觉得打乱工作上课规律，反而觉得更累。三立新闻谢文祥、罗佩瑜台北采访报道。